我们左上角的摄影师潘德九美女，我们摄影师跟我们拍摄哈，拍摄影片。拍好之后呢，我们会利用晚上的时间做整理哦，整理好之后，我们会 po 在网路上哦 ，po 在网路。好嘞，现在我们正式出发，我们要去哪里呢？去我们的动物园去。大家请注意看一下我们左手边哦，左手边有没有？木栅动物园，那我们就是要去木栅动物园，打个招呼一下，耶！挥挥手一下，后面的好朋友，我们跟摄影师打个招呼。哎，我们摄影师在右上角，右上角，我们跟摄影师打个招呼一下。来，我们第一站到达的地区就是我们的鸵鸟栖哈。我们鸵鸟呢是陆地上不会飞的鸟类，第一大只有黑色跟灰色的哈，黑色在吃红萝卜比较温柔哈，比较温柔。黑色比较温柔。我们在这边只请在左手边下车，下完车之后呢，我们来前面领红萝卜。我来喂一次，给你们示范一次哈。把你的手掌呢伸直身体哈，伸直身体，哎，就这样子喂就行了哈。这个一条，这个一条分三条哩，好大力哦！这个分三条哈，这个一条的，太长了你就跟他折对半哈。你脚要飞要瓦囊了。瓦囊硬起来嘞。放在手掌心了，一次一条就好了，一次一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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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只要手伸到对，伸到平，对，我袂叫到对啊，对对，指牙呢，对啊，指牙呢，真标准哦。很标准啊，来。哎，你伸到对，伸到平哈，你哪你平，你真你平，阿姨就袂叫加掉啊哈。哦。啊，有人包给我哈，你爱吃到底吃到没？哎，阿姨应该抓袂到啊，哎呀，这样子他就不会咬到，这样面会真很危险。哎，对，你再喂一次，不会，绝对不会。来，准备看一下我们右上角的摄影师哦，大家挥挥手，打个招呼一下，耶，哟吼，拉卡马海。这个是架鼓啊，架鼓，黄牛，我们的黄牛呢，这个是少部分而已哈，我们总共有100多只，这里多吸一点，分多斤。待会呢，我们要右转的时候，前面有个窟窿，前面有一个窟窿，大家请坐好，请抓好位置哈，因为这边会抖动，注意请抓好一下。那我们顺便看一下我们左手边的摄影师，挥挥手打个招呼一下啊。啊，别坐哦，好坐哦，稳哦，要紧苦啦吼，啊，速度是两百加万嘞。马加巴海，特别嗨。来，我们抖音要唱这一首嘞。
红萝卜也是个细节哈，再去他很少很少在吃红萝卜，你能够喂得到他的话，你回去之后可以买买彩券。好，整个购物哦，好，整个购物哈，这是一个小弟去拿了。好，拿到了，拿到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过来。几乎几乎不得不得企业的危险大部位，这边上不上的？我家刚回来的飞机。看看，超高的飞机，飞机下来，啊，这边超特别高级的。有没有红包包拿回去呀？你这是凹啊，这是凹啊，这主张啊，凹啊。来，来看一下价秋饼哈，价秋饼远处有没有看到一只长长的、很大只的鸡乌哦？那价秋饼，看到一只中华鸡的那只无？文化路。哦，那不是文化路哦，咱来先个拍一个招呼，感恩店面叔拍一个加秋饼哦，加秋饼，拍一个招呼的，跟摄影师二嫂打个招呼一下。哎，咱今麦来个大家介绍迄支烟筒讲哦，迄支烟筒讲，那讲那是文化路，谢谢，同阿瑶啦，吼，哎，我刚刚看新闻，哎，这个好，各位，下个月你们就可以看到，下个月有机会再过来看看一下金黄色的稻田啊。来，现在我们走到这条道路呢，就是我们这边的绿色隧道。来，准备看一下我们的右上角的摄影师，打个招呼一下耶，挥挥手下跟我们的摄影师打个招呼一下哦。明星啊，金明星啊，来，我们的摄影师，来，这一次摄影师在左手边哦，来左手边，来打个招呼一下耶，哎，这次摄影师在左手边哦，挥挥手打个招呼一下。换个动作吗？哎，这个是要那个比。哦，走了。啊，过来，写那边动物园来，哦，嘿嘿球啊，你当时的行李不够快的哦。来，现在大家请注意看一下我们的左手边的摄影师，打个招呼一下。顺便看一下左手边那有一棵树，不一样的树哈，我叫树啊，叫梯啊，你有看到不？那两根树啊呢，改两根梯啊，怎个夹起来呢？电脑的键盘哦，不是计算机哦。好嘞，咱今麦停车嘞，不要停下来。等一下呢，我还下车之后，大家来下车听我的口令哈。我们停好之后呢，我们来这边做一个团体大合照。好嘞，冲过去就好，冲过去不要停留在这里啊。来，我们冲啊，各位，冲啊！耶，冲啊！耶耶耶耶！那是讲那
老师讲了，我再买几件小礼物，什么都不要。其实白买那个就是。哎，准备啊！好。你眼看有无？有。来，我们装潢各位。在。哦，有默契哦。哎，来第二次啊！装潢各位。非常有默契，不错不错。第三次，装潢各位。好 ，OK。来，先看一下我们的摄影师，跟大家打个招呼一下，耶！跟摄影师挥手，打个招呼一下。摄影师，从左边的摄影师挥挥手，打个招呼一下。待会呢，我在这边给大家停留八分钟的时间哦，停留八分钟，请注意时间哦，请注意时间。现在的时间是10:03，10:03，我们10:10、11:10，10:11。